新装必在他文武大众老爷圣诞千秋吉祥烙记。那我们现在所有的那个阵头烙记队伍渐渐的已经开始来到了我们的中港区总舞组团全台白龙湾卢姓正前场的前方。那在这边也欢迎我们现场所有的善训大德，大家一起在这边来恭迎我们的圣驾历礼。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谈前现在在我们前方进行带领的是我们的新庄中港金丝团。新庄必在他文武大众老爷圣诞千秋。最后今天我们现在在进行我们所有的一个烙记祈福，中港区总舞组团全台白龙湾卢姓正贤堂在这边搭设了我们的临时行台。最后也欢迎我们现场所有的善信大德，最后可以到我们的周边来，大家一起感受我们文武大众老爷的神威，也可以一起来响应我们今天的一个祈福烙记。那现在在我们团结所演出的部分，所为我们进行拜礼的部分，是我们的中港的一个金丝团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祥狮献瑞献太平。
现场，所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金丝团，高霞，再出高霞。